你想干什么？你扔嘛，有本事你传过来嘛，对吧？我故意站着不动，吸引他过来，对不对？你再过来吧。哎，干扰休息真恶心，是不是？我一看他要扔过来了，真是，我可聪明的很，你不要以为我是个傻子。你说我这台机如果不修改，他待会会不会过来呀、啊？对吧？他如果过来的话，我可以把他骗过来，把他骗过来之后，对吧？肯定是我这台机离得近的，他如果往我这边把他骗过来的话，对吧？他要丢一波节奏。你看他过来了，直接开，好，对吧？骗过来了，笑嘻啦，啊哈！我的诡计，对吧？他过来就浪费一段时间，直接破译，专心破译，直接开就行了，专心破译。在我这是吧？专心破译，直接开，对吧？对不对？这一波非常的完美。这个典韦看着感觉要撞鬼啊，这个典韦不好搞，这个典韦不太爆。真撞鬼，拉点，直接拉。看样子应该不是红蝶杰克。坏了，这个慢翻太蠢了吧！但是我双弹蹭一下，他应该接不到我的身。差不多的，杰克的话，只要距离拉得开的话，他是追不了我的。骗一下距离，翻冲，冲！没插眼，那就是闪现杰克，那就是闪杰。回头看一下乌刃，他要打吧？板直接放吧。放板，这杰克乌刃捏的有点死啊，这个杰克乌刃捏的有点死啊，没办法，他这个捏，哎呦，你乌刃敢不敢捏的再稳一点、啊？捏的有点稳呐、啊，哥哥，好稳的乌刃，他根本就不放乌刃，闪现，就正常牵制吧，没办法，我也没飞轮什么的，中规中矩。主要这个货，哇，真的，你段位高的杰克都是这种货，真的很难溜啊！乌刃捏的死的跟什么一样的，我真是。看二舅吧，专心会议吧。我想一下，我下雨之后往哪边跑？那边肯定不能去了，那只能去这边。难搞，二六也根本我感觉溜不起来啊，说实话。前锋能撞救吗？隐身的杰克很难撞啊，撞不了。看他飞轮能不能躲过乌刃，来看你表演。撞，哇，好勇啊！啊，这。蹲，你看，你说我能不能砸他一板？转移目标，他没看到我，我他妈插眼，坏了，被逮到了，被逮去来了，直接拉点走吧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对吧？他这个闲的，我拉点他就是个笑话，直接冲！哎呦，小圣人家我不怎么会溜啊，就看这个小圣人家自己的熟练度怎么样，他熟练度不行，完了，出刀骗一下，结果我放板急了。啊，你这能连歪的，很好。这个小罗家这个熟练度不是很行啊，也可能是他手感不好。记啦，好慢呐，记啦。哎，拖的有点丑陋啊。我想想下来之后怎么溜吧。下来之后，他能救到吗？家人，他能卡半救吗？不知道。小婷家人呢？啊，在呢。坦克护腕应该也够了，坦克护腕就躲个闲，要过半了，哥要过半了，别在那博弈了，直接掏吧，过半了，好，这个人真是天才啊！你就是直接掏又能怎么样呢？这才做什么？要出事情，出大事！无所谓，我们两个在这看着，能怎么样？哇，他应该有艾杰技能，要打团要开始拉扯，先修吧。压好密码机了，但是有点小问题。你除非一个闲把我们对吧？他必须懂我意思吧？贴门去就行了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站在线中间躲他那个无穷洞就行。那个无穷洞，你在那个线中间他打不到你。
截开了，冲！我真是怕那个无穷盾把队友打到了，截开！我小技能加那个什么一拉，他给你追到了。他说换闪，有点像换闪的样子，不知道，应该不至于，对吧？那我这波再拖一会儿，随便拖一会儿。哎呦，这个弦真是小臭两家呀！我真是啊，这个弦我看着我好像站在那个中间那个缝那里的呀，但他还是打到，很奇怪的弦。那你这搁这拉吧，我先走了，拜拜你。你先玩吧，你自个儿玩吧，我先走了。那这把就美美的平，美美赢了，我说不定还能跑，但是我估计都跑不了，不行，有点卡。你能跑就要了，不知道。那心态已经出问题了，说他操作。哎，那我直接拉就能拉走吗？他这个镜像。直接走。哎呦，为什么追我啊？别追我啦！好，他有点迷啊，这一波追的，他这个追逐有点迷惑，藏着脚印，他应该看不到我。藏脚印往回面这回来这边绕过来，然后跑大步走，应该看不到我。对，他看不到我的脚印，所以说他胡乱出刀了。可以，就躲拉一下，躲一下视野，拉视野，主要是拉视野。砸板。对吧，这红夫人感觉不是很熟练的样子。第一个进啊，你进的这么拉，这样子拉，这是在啊，你这个镜子拉的有点怪呀，红夫人，这胡乱蓄力刀，这是在做什么？哎，不是，他前面那一波镜子拉的挺有水平的，从那个墙里面钻出来个镜子给我打一下，怎么突然就拉胯了？你说我能砸他一下吗？他发现了，他发现了，他停住了，不敢搞，转目标了下去。那我就修别的东西。这直接啊？怎么突然？我是有什么抽象光环吗？你只要追我，你就会变得抽象。这是在做什么？前面几波打空军的镜子放都挺好的了，发生圣魔式了。我发现我。不能丢我了吧？啊，你是不是现在不能丢我了？是吧？啊，你现在是不是不能丢我了？啊，小逼崽子！开局先捡点零件，是这样的。靓仔开局就捡点垃圾才能过过的日子，这样先捡点垃圾吧。然后直接上满配，不解释。满配上手就是自信。海边好像有个牛仔，那个帽子一扔出来就牛仔。看看哪边有人吧，捡点垃圾什么的，然后找找人。我的周围怎么有人？我操，古神！你是？哎，这个古神他故意来找我的，你们发现没有？他是故意的，这人古神在干嘛？这古神，这是在干什么？这无限剧，这里板子有点多，护装。这是在干什么？对吧？他古神他直接打两棍，我直接不玩了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踩板，你吓到我了，古神！这古神在干什么？他吓我啊！竟敢吓我，一刀做掉。这不笨蛋吗？这古神这不笨蛋吗？挂走！你这棍勇玩的不行啊！你这棍勇，看看这里没有零件可以捡的，怎么一点零件没有？这地怎么这么干净？地比我脸都干净啊！怎么回事？啊，我想，对吧？我想搞个那个什么都不行，真是比我脸还干净，不好说。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看谁来救人。然后人不能被牛仔远程拿钩子偷走，是你。那我决定不围，说实话，我决定不围，因为他不怕震慑，因为他没什么用，一刀直接坐了就行。然后再把这个人挂上。你要是来个别的什么，我可能会跟他博弈一下什么的，但是是这个玩意儿，那就博弈不了。最后又来了，妈妈生，你直接掏吧，我懒得管你，我肯定不会打他，他这又不震慑不了，博弈有屁用啊！你看这个人开始了，不怕博弈就是为所欲为，不怕博弈。啊！
天才一刀，这不弱智吗？这不大智若愚，大愚若智，我操，笑嘻了。喜欢扯，就是喜欢扯学习啊，这啊，妈妈生的，真是菜啊！靠，小丑真是菜，不会玩小丑啊，家人们。你这拉锯能怎么样？你这壳跟个笑话一样，带走。牛仔的话，三步一放就行。牛仔是不是在旁边？没注意到。但是我没注意到，我还是要防一下。好像没，好像确实没有。但是我这一句把你锯了，逼救不就完了？垃圾。啊！完了！啊，还好。但什么零件都没有了，身上。现在两个人都在这，他两个人都修不了，非常的棒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啊，算了，也都一样，他只要扛不到刀就是完美死，然后我还能看能不能追到这个，那别来救人，别来沾边行不行？别来沾边。哎呦，我怎么这么多飞轮呐、啊？真恶心啊，飞轮。但是这个人他不爬呀，他不配合、啊、这个人。我觉得在这个墙子里，一二三放，对吧？离得近的话，你三秒一放就行了，没必要搞那些有的没的。再稳点，再放一次，一个意思。牛仔没有什么办法，牛仔他想想骗我打秋刀，我怎么可能给你打秋刀？我又不傻。那这两个人就根本就不想赢了呗，两个人都在这站着。那我聚一下你吧。你看你都反应不过来，这不笨蛋吗？这不，对吧？我都给你机会了，你把握不住啊，小子。往前走，往前走，骗骗骗。骗，伸手我的正，伸手我的刀，来，伸手，伸正，好的，我就知道，真的，小丑垃圾这种老牌屠夫的垃圾真的压迫感非常强啊，跟你说，没几个见过那个求生者能扛住这种心理压力的。